咁請問你有啲咩遠大嘅夢想咧？我好想做醫生嘅，因為病都好緊要細個，咁所以我好想我自己可以保護到自己，就保護到我屋企人。點知我啲文學就根底好啲，讀唔到理科。喂，你份夢想計劃書交咗未？未。啲數真係冇合格過。驚唔驚 Sir 肥你啊？你驚唔驚升唔到班㗎？想考入中文大学的翻译系，港大的法律系。我的梦想是去做马拉多纳，我带香港踢入世界杯。读书的时候，其中一时谂住就系做足球员咯，希望。其实我一路都沿住呢个梦想去进发噶，考过青年军啦，登记咗成为其中一个球员噶，不过就从来未试过落场嘅机会。咁於是乎就呢個夢想就慢慢放低咗啦。咁突然間有條路走咗去讀設計。我聽講咧，美國有間 Cornell University 咧，讀嗰個室內設計幾好。不過都唔關我事啦，理工啦，香港理工都唔錯。咁於是乎走咗去做設計。咁突然之間喺設計嗰度又有人話叫你去電台度設計啊，咁我去咗電台咯。咁卒之我就靠一樖 biology 食糊考入去醫院度做護士。都叫做一半實踐到自己理想，但係唔知點解無端端就走咗去唱歌啦。所以嗰個夢想，我諗都係通常都你想實現嗰啲咧，通常就未必得嘅。你反而冇諗過無心插柳嗰啲咧，佢又會突然間令到你即係完成到。呢二十年點解會咁樣過？我成日都諗呢二十年，如果我喺醫院度繼續做，我呢二十年唔係咁嘅人生。點解突然間諗起嗰啲嘢嘅？冇嘢啦。都二十几年前的事。我想到一个梦想，